大家好，今天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T60 的舒适科技。 T60 在皮卡中首配了 PEPS 无钥匙进入和一键启动功能，只需将钥匙随身携带，无需掏出钥匙即可解锁车门和启动车辆。在车内配备了欧式经典飞翼式座椅，融入了 3D 立体剪裁设计，制作工艺精良，优雅时尚，并且宽敞的前后排空间给乘客带来更多的驾乘享受。单单后排空间就达到965毫米，配备全球最顶级座椅供应商江森座椅，6项电调节功能，可以在高速行驶中轻松找到最舒适的驾乘位置。另外 T60 会自动调节车厢内的出风温度，并且配置了后排出风口，能快速让车内达到设定温度。除了这些之外， T60 还配备了双 USB 接口，不仅支持充电，还能数据传输。此外，它还配备了220伏加12伏的电源插座，全车多达21处储物空间。 T60 还配备了10寸大屏，并且搭载了上汽与阿里共同开发的云 OS 车联网系统，使得 T60 的驾乘感受大大升级。车联网的功能包括车辆远程控制、蓝牙钥匙授权、定位与导航、检测与保养、报警与救援，特别是可视化的分区音响调节，配合性能优异的扬声器，使得音乐的享受更为赞叹。 T60 采用了法国进口邦奇 6AT 手自一体变速箱，动力衔接顺畅，让驾驶更舒适。同时 T60 采用双质量飞轮技术，使动力传输不损失，更增加了驾驶的舒适度。 T60 的后悬挂采用了全键变板簧设计，通过调节主副簧之间的刚度和接触面积，在保证整车的承载性能的同时，大大提高了舒适性和操控性。